当我看到他的第一眼，婷玉，你总算回来了，还换了一身新衣服，多了几条尾巴，看来今晚的玩法可能会玩到天亮。啊，你问我怎么玩？他的尾巴虽然很多，但感觉少了一个，怎么刚好就在我身上？我直接帮他安装上。Hello， 我是柠檬。我们身为一个健康、阳光、相当满意的频道，看到婷回来，我是真的相当满意。这么说来，剧情有提到婷是软莓酒的，这张例会也很像软莓的专属光锥，有一种镜像探索自身的美，就好像还在摸索过去的自己。他现在是不是失忆状态，我不确定。但他如果失去记忆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会用我那挺拔的岩枪不断冲醒他。这么说来，万贵人属性是火虚无，跟焦秋一模一样，但我觉得应该会划分成不同赛道。但是他们有个技能一模一样，毕竟都是火属性，肯定擅长加温的吧？啊，你问我要加什么？我身上刚好有个滚烫的岩枪，需要它每晚进行加热。啊，你问我怎么加？肯定是用他身上的岩枪套，我平常每晚都会放在他那，就在他的双腿之间。